但是中央地方都有验到有这个西部特罗，那看起来王必胜是不是大翻车？王必胜他不只是大翻车，他还使得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哈，包含陈亭妃、林俊宪、王定宇，还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落选人，以及很多的侧翼网军，共同跟他们通通翻车。本来只是一个食安的事件，地方政府努力稽查，查出问题以后，中央能够协同一起作战去找出问题的原因，那就可以保护人民的食安。但就是有王必胜这种不孝官员呢，哈，刻意的去制造中央跟地方的对立，用很多的方式，明示也好，暗示也好，把食安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甚至呢，哈，王必胜还去指说，暗示说，为是不是卢秀燕未来要选总统等等的，这本来只是地方政府帮忙把关，你不谢谢人家，还在人家这个身上再踹两脚，这种做法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恶劣。所以呢，好，台中市政府他们这次是邀请了这么多的单位，包含中央官员一起来验，不管中央地方复验都验出确实有西部特罗这样的瘦肉精，还了大家一个公道嘛。但我们回头过来检视，如果地方政府当时听从王必胜这个扑窿共的说法，是不是所有公务人员就带头违法呢？王必胜当时可是叫台中市政府不要公布，假设在年前的时候就验出来了不公布，等到年后才说台中市政府早就验出瘦肉精却隐瞒，请问这个责任谁要扛？还有人民的食安谁来把关？所以验出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验到了就该公布，这是食安法里面的规定，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何错之有？所以我认为王必胜应该要立即请辞下台，因为王必胜他不仅私德不检点，公务也不专业。食安一向都是要从严而不能从宽，但是呢，身为卫福部次长的王必胜，他的标准却比自己的裤头还要更宽，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希望他不要好再出去玩了哈，立刻请辞，对全台湾的人民负责，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委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委员之前有表态说想要进入国防委员会嘛，那就是会不会担心说就是跟那个黄珊珊这个部分，那会不会觉得说黄珊珊应该要避嫌，就是不应该进入国防委员会这样？首先哦，目前从新闻上看来的话，他好像主要是希望到财政嘛，那也不是国防哈，所以或许不会有这个问题，还不一定。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也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相信浅见国造案里面有很多的猫腻跟问题，他是本来就应该要去查，查并不是在查完之前就说谁一定有罪，谁一定没罪，谁一定有错，谁一定没有错，那就是经过整个调查跟验证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更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也觉得黄珊珊他作为立法委员，应该也不会因为他的哥哥是国防部里面的重要的这个官员所以呢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睁着眼睛但说瞎话看不到。我相信作为一个立法委员，我们不是只代表自己而已，不是代表自己的家人，是代表所有的民意，所以我不会先等于说先去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黄珊珊一定会怎么样。那我相信如果一切清白，那当然经得起检验，检验过后那就会自有公道，但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当然也不能因为说谁是谁的家人所以案件就不用查。所以浅见国造的这个议题呢，我会继续追查到底，而且其实都有掌握一些新的事证跟资料，目前都在整理当中，那待进到国会之后，或许我们在质询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更深入的分析跟提出一些问题。刚才在韩市长在里面第一个部分，他其实就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新科立委要像老鹰一样，是要非常的小心，要清廉。对，所以我想呢，清廉是一定要的，就像韩市长他之前包含在选举的时候也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清廉的重要性，所以我想我们也都还年轻，未来的路都还很长，那我们一定也会以这个清廉自持，那不会辜负这个民众对我们的期望，那这一点呢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的重要。也有很多的资深的立委，那最近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都谈到说，哇，未来不管是自己或是自己的助理团队，在遇到事情尤其是跟钱有关的事呢，都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也很认真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指教给记下来。